2011年的峰尾牙这个尾牙现场哦，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欢乐，而且准备了非常多的节目，那最重要的是奖品也非常非常丰富哦。这个尾牙的一开场呢，我想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长来到台上跟大家说说话。我们今天在这边2011峰尾牙，我们台湾这边的当然也不会输给我们上海同事的热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今天在这个午宴当中呢，如果你有所有的才华，都要赶快来到舞台上把它发挥出来哦。除了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所有节目之外呢，你今天如果即兴想说我要唱歌呢，送给我们所有的经营团队听，没有问题，就赶快来到台上拿起麦克风哦，这个麦克风就是属于你的。好的，在各位用餐的同时呢，我们先以一首歌作为今日的开场好了。这首歌非常的欢乐，歌名叫做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。I wanna hold you so much. I know that no love is around, and I thank God I'm alive. You'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.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. 手可以借我吗？现在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抽奖活动了。这个我们目前呢，第一阶段要抽出的是12000元，12000元只有两名，所以我们这个抽奖箱不知道已经来到现场了没有啊？我们这个阶段呢，要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夫人啊，我们的 Miki 夫人来台上为我们抽出两位12000元。Thank you.